天上飞。想说澎湖只能玩一些比较水上的东西或者陆地上的东西，这个是今年才开始在澎湖可以一个上空，可以就是俯瞰整个另外一种澎湖的美感，所以小编现在带大家去试试看咯。前你要做一个弓箭步的动作，前屈后弓，弓箭步是什么？这样子是要交代的有什么事要交代的？你那银行密码先跟我讲。你的腿在抖，OK， 大家先过去。不要飞太高嘛，白鱼。今年六岁，很开心。哪个部分最恐怖？对啊。你如果有机会再玩一次，要不要再来玩？我们不一样。锦衣都可以，我一定也可以，好不好？好歹我比他多活了。二四减七，二四减七多少啊？跑不可以抓，你跑！我跑不快。正常冷啊，你在忙什么？玩完之后有脚软吗？现在脚软了，我都站不起来了。